有很多人嚟揾我話，我好中意音樂，我想跟你啦，我唔收錢都得㗎。咁我當我講咗俾佢聽，個大概 part 之後咧，咁啊冇再見過佢哋出現啦。冇諗過啊，正正我係我呢個係性格之言，我諗嘅。我咪中意呢樣嘢啊嘛，咁我咪做咯。2000蚊人工，2000蚊人工，即係同埋我嗰陣時都冇比較嘅。我第一份工係咁啊，嗰份嘅做好多佢哋嘅電影嘅 dubbing， 即係時不時都揾細路仔入嚟配音啊，或者唱歌啊。咁我見到好多好 talent 嘅星，好多好有即係好叻音樂嘅人。但係啊，我問佢第時啊點啊，你係咪諗住做音樂㗎？會唔係啊？咁點解唔做啊？我媽叫我讀金融啊嘛，揾唔到食，係揾唔到食啊！即係基本上係所有父母都去鼓勵自己嘅小朋友，好單好又唔係單一，但係大部分人嘅 concept 都係呢樣嘢咧就好難揾食嘅，你咧就最好做呢啲，呢啲係容易揾食啲嘅。咁喺父母20年嘅 promotion 入邊咧，咁好多人咧。就算不願意咧，都會走咗去做嗰邊嘅，或者佢哋係即係你讀完呢個，你先好諗啊，即係。我首先要揾到支揾啲人支持先，咁其實有嘅，好多人都願意支持。咁喺天水圍啊，琴日傾嗰度其實係都幾啱嘅，呢個屯門，即係比較係。低收入的家庭，如果你真的有那種熱誠，你又有那種天分的話，那我咪俾個機會去，我要去 cast 嘅。咁我其實想是我 provide 樂器，同埋我叫埋先生入嚟教，直情，因為你出嚟，你車錢會係錢。咁我希望可以揾到，即係都我未完全知道應該點做嘅，即係一路喺度構思。例如我要聽日要加隻歌出嚟，我實在未寫，未寫到，好實際，即係好緊張，因為我哋嘅 deadline 就真係 deadline， 即係你要真係聽日，你要交你就要交，咁我哋即係緊張係嗰即係緊張嘅狀態幫完全幫唔到我哋，完全幫唔到我哋去做，咁。就係、是、通，即係自己咪坐埋去點擊，就係、是、去放翻鬆自己，即係等自己唔係處於一個咁混亂嘅狀態。即係開始做嘢之後，就好彩有宗教嘅支持。其實好多時係即係自己中意做音樂嘅話，但係邊有可能會冇問題啊？點會冇問題？咁俾老闆鬧，係人都會俾老闆鬧。誒點樣去面對嗰個問題？點樣處理自己嘅心情係最重要。你唔可以要求身邊嘅人為你改變，咁你只係可以改變你自己，而令到佢哋對你個感覺唔同咗。咁然之後佢會對你唔同咗，都驗證每一次話翻俾我聽，係真係會唔同咗。嗰陣時，我曾經記得我老闆鬧我，即係有一次係為一啲好少嘅事，我覺得好無理取鬧咁鬧。咁但係，咁我自己同自己講：，你我唔可以再俾佢咁樣鬧，我要做到你冇辦法，即係自己心態問題。我要做到你唔可以再可以咁樣鬧到我，即係睇自己用一個咩心態處理個問題。咁嗰次之後，我就真係做到你無話可說，唯有咁就真係冇。直到我辭職，我都冇再俾佢咁樣鏟過。咁我同佢嗰個即係朋友，又係同一隊 band 咁。咁我傾開偈，咁佢即係咁佢有佢自己，因為佢係唔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個散工樂師咁嘅人。咁啊，冇諗過話會，即係呢今次有得做，咁啊做完之後，即係跟住可能半年之後先再做，咁係冇乜翻工嗰種，即係唔係好積極咁嘅咯。咁但係當佢係即係佢真係 take on 咗呢個，即係個即係入咗會之後，佢開始去即係我哋念經啊，
佢開始去活動之後，佢嘅人佢自己講翻，即係自己台詞轉翻感覺嘅轉變，就係佢會覺得世界美好咗，突然之間，即係同一個世界行落街，自己做即係會唔同咗，即係做得越嚟越好，幫到佢，我見到佢幫到藉住呢個信仰喺佢生活入邊改變。佢由一個即係有工作開冇咁所謂嘅人，就變咗一積極曬，成個人生都積極咗。咁呢直到而家仲係，咁我覺得好神奇呢樣嘢。其實係將我自己覺得宗教俾我最大嗰樣嘢，就係可以追求到一種快樂。嗰種快樂唔係話即係睇完一出戲笑完就冇咗種快樂，而係嗰種輕鬆自在嘅快樂。咁呢即係喺同去陳教授嗰、那個即係談話之中，係第一，其實第一次入到，第二次入到去中大同佢傾偈嗰時，即係有啲靈感，因為佢講其實乜嘢喺每一個界別入面你都可以揾到呢一種輕鬆自在。咁佢咁我話即係因為我練功到底應該係碌貨乜嘢啊？咁佢話你碌貨你好似喺台上面彈琴咁樣嗰種投入、嗰種陶醉、嗰種開心，咁就啱㗎啦。咁我明啦，咁即係我感受過嗰樣嘢。咁佢話你練功，你咪抱住呢種心態去，要達到嗰種輕鬆自在嘅嗰種享受自己嘅練功，都係可以去到一個好鬆好響。即係其實我而家係嗰個練功嘅時間，就係一個好舒服去享受一個嗰半個小時或者四十分鐘，好即係因為繁忙，即係雖然我好中意音樂，咁但係亦都每日嘅工作入邊唔係淨係可以彈琴，都係要除咗即係 make sure， 即係為咗要喺台上面表演嗰剎那，我之前要做好多同表演完全冇關係嘅嘢嘅，咁嗰啲唔係我最想做嘢，但係一定要做，即係例如開會。咁 so far 我其實覺得每朝早起身，無論係練經或者係練功，都能夠俾到一個即係能夠令到自己嘅人可以調節到去一個幾 optimal 嘅狀態。我覺得即係個人會舒服都行出去見人嗰陣時，咁你舒服見人嘅話，人哋唔會咁，即係人哋都會鬆啲咯，對住你，咁會容易傾偈啲。其實有一個機會去俾嗰啲唱片公司去轉型嗰陣時，就因為有盜版出現首先，然之後繼而比盜版更恐怖嘅就係 MP3 嘅出現。所有人覺得音樂應該是免費的，咁其實在美國同埋喺日本咧，係冇呢個問題冇咁嚴重嘅，因為佢哋嘅知識產權嗰個概念咧比較好啲。咁其實如果嗰陣時佢哋能夠將個 focus 唔係去打擊盜版，而係去教育啲人，話俾佢聽，即係你哋咁樣 shift。要 shift 啲人去買 MP3 咯，其實本來係 iTunes 嗰個平台咧有考慮過喺香港去開放，即係十幾年前嘅事。咁但係佢哋咧就因為拗掂數，唱片公司同埋版權公司之間拗掂數，咁呢件事告吹咗，咁終於就上訴。不過我自己睇咧，就將來唱片公司個角色，係可能是被演唱會製作公司，可能係吸埋落去，即係佢哋因為要開演唱會嘅關係，可能就會幫嗰個人去出席啲。Okay.